有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善仲佳議員。主席，在這部分是講納入一些沒有修訂的、有修訂的項目。今次的財政預算案的總共提出的修正呢是有1190多個，當然分了即使是五部分的合併辯論，六部分的合併辯論，然後就表決完之後，現在我們就納入。主席，今次的財政預算案呢，其實最主要的兩點呢，我相信就是低津，遲些都可能會有機會呢上來財委會正式攞錢的樣子。無疑呢，低津是會即是低收入家庭補貼，無疑呢都是會是有多少回應到過去扶貧的訴求的。但是今年的預算案呢，整體呢都 是令到人非常之失望。民主黨在預算案的二讀的時候呢，我們是棄權，但是我們對這個預算案呢其實都是反對的，我們都是不支持今次的預算案。今次預算案其中觸發到這麼多修訂呢，就是有政黨提出一個就是全民退保的訴求。我們明白到呢，現在政府是委任了周永新呢做一個研究，咁當中嘅研究呢係裏面可能個報告未睇啦，最近亦都有啲傳聞就話佢對未來嘅預測，經濟增長嘅預測呢就4%啊，咁樣係同呢一個政府做未來嗰個財政預算嗰個嘅計劃嗰度呢，係即係未來基金嗰個計劃嗰度呢，嗰個呢係2.8%呢係有一定嘅差距，咁又要求佢再做過等等。不過無論點都好啦，我希望將來呢就周永新嗰個報告呢能夠全面交代，無論佢做到幾多個嘅預測，即係幾多個假設，2.8%嘅一個假設又好，4.0%嘅一個假設又好，即係經濟增長，未來經濟增長，咁都希望能夠有個全面交代。咁因為呢，其實事實上喺關於全民退保如何呢保障我哋而家人口老化嘅一個嘅情況的時候呢，是需要社會上需要多些的共識。事實上我們今天的辯論之後有兩個的無法律效力的辯論裡面，其中一個也有講到這個人口老化，也都是這個問題越來越多討論。主席，民主黨是對於所謂拉布呢，我們不贊成，我們都沒有參與拉布。主席今年呢關於處理這些合併辯論上面呢亦都改變了去年的規則。事實上這個的做法呢是要詳細研究的，我們覺得是要。主席亦都中途呢規則再改，最初呢就在合併這六組辯論之後呢是沒有限時，後來亦都是加了個限時，即是間接的剪報。民主黨明白呢主席嗰個嘅權力來源嚟自呢一個所謂基本法主持立法會會議，而根據議事規則第92條咧，就所謂引入呢個所謂剪報嘅機制。終審法院咧就而家好似喺9月度會有一個嘅最後尾嘅裁決又好啦，係咪一個用所謂允許一個即係上訴嘅批准咁樣。咁我民主黨都係會等待終審法院有個最中嗰個嘅決定之後咧，然之後先至考慮咧，係咪應該修改議事規則，規範化限制，或者係規範化呢一個92條，即係主席剪報嗰個嘅權力。因為而家咧就似乎主席咧就係今年同舊年咧嗰個嘅剪報嘅邏輯或者機制已經轉變咗。而事實上大家明白咧，喺未有普選嘅前提之下咧，今年1192項的修正呢，可能去到明年呢可能變成1500，或者後年去到變成1800或者2000。所以呢其實要去處理這個恆常化了這麼多的修正去處理預算案呢，我相信有一個比較完備的機制是合適的。咁當然呢，民主黨希望呢就是等到這個終審法院有了裁決之後呢，我們先至覺得是要 全面研究究竟終審法院那個的決定或者那個裁決有對我們立法有什麼的啟示。因為如果我們是嘗試去做任何事的時候，我覺得不要兩件事情重疊。關於回覆到這個納入這一部分呢，我們呢在那個表決的上面呢，我們都會繼續棄權，但是在三讀如果有機會我們會留下在投票的時候呢，
我哋會反對三讀嘅。不過咧，就今日大家明白，今日咧我哋大部分啲同事咧，可能未必會留到呢個三讀嘅時候，已經離開咗呢個立法會嘅會場，去到呢一個維園嘅燭光晚會。咁我哋喺度立此傳召，我哋希望咧就記錄上咧明白到民主黨嘅諗法。